信報50周年嘅慶典啦。咁啊，信報喺我哋市民心目中都係公信力非常之高。祝願佢繼續有未來多幾個50年。祝賀信報50周年，業務蒸蒸日上。報嘅報導咧好有公信力啦，亦都係大家咧都會好信任噶啦。咁由做由議員到到而家咧，都一路每日都要睇信報嘅。咁就希望信報咧可以繼續俾我哋睇到更多有公信力嘅報導，亦都俾我哋睇到更多咧令我哋可以掌握到社會嘅脈搏，知道社會發生嘅事。信報一直都好專業。好如實報導啲事情啊，咁啊祝賀信報咧就更進一步啊，更上層樓。一直以嚟咧，我覺得信報嘅報導，尤其財經方面咧，都係好專業。咁呢方面咧，給予我哋好多嘅啟示。咁嚟緊，我哋希望咧，佢能夠咧係承先繼後。有更加大的進步和更加大的突破，有未來有更加多的50年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恭祝信報50周年生意越做越好，為香港財經界所有的公司帶來更多正面和深入的報導和資訊。祝愿你哋业务继往开来，蒸蒸日上。信報50周年，生日快樂 ！Cheers！